今天生意还可以，都会偶尔忙一下，等一下的话去另一个理发店看一下，看看那个是不是坐在门口没生意，等一下再过去看一下吧。我们现在这个的话还好一点。这就是摩根，今天那个亮仔要做这个摩根，要卷它了是吧？对，要把它发根垫起来。然后我教你，给你来个细的细节。现在的话，现在是8点多钟吧，然后来了一个小帅哥，烫个，这个是什么头啊？亮仔，这种叫摩根，摩根烫。摩根烫啊？对。先取一片发片，对，一烫了之后又是个更亮仔，发的1/3就行了，这样扭起来。那他这个的话要把，他要把这些东西，这些头发全部都剪完吗？头顶的话，一个 U 字区就要剪完。头顶要做蓬松嘛，对，剩下一点就不用了是吧？对，边上的话。就不用了。那这个的话一般要搞多久才是整体的好啊？一般这个的话做下来整体做完要1个多小时左右吧。1个多小时啊？对。做出一个好的效果的。对。等一下也要拿那个东西来看一下是吧？对，要加热。对。今天的话就虔诚的在他旁边看着。先慢慢的了解一下嘛。今天的话来了一位小帅哥，来烫头发做头发的。对，然后呢弄的话也是1个多小时搞定了。现在的话已经剪完了，已经全部都剪了，准备又是下一步了。药水烫完之后，给它加下热，然后看我们的托尼老师很认真啊。后面的话就要看效果了。对。刚刚呢也来了一个染头发的，现在的话老板正在调颜色，今天比前两天好多了，回转了一点。那可以啊，那等一下给你贴个优惠价吧。你贴个优惠价的吧。今天的话人比较多，都是爆满的，都是搞头发的。今天比昨两天好了很多，老板的话也笑眯眯的在这里跟客户聊的。就是5一的嘛，别人都放假了，然后呢也发工资了，所以呢今天就比较忙。现在的话是11点了，现在还有客户，还有剪头发的，都是烫头发的呢。里面的话还有一些没有弄完，所以今天的人的话还是比较多的，因为毕竟过两天就到劳动节了嘛，然后今天就特别忙，明天后天可能更忙，现在人还是很可以的。今天的话生意还可以，挺忙的，都是靓仔小帅哥，都是靓仔小帅哥一大堆。可以到5一了嘛，别人的都放假了，现在忙到现在快12点了，还是有很多人。这些小帅哥靓仔的话，整个帅气的发型，然后呢出去也好泡妹子嘛，看都是小帅哥，忙到这个点了，现在还很忙。
都是烫头发的，旁边那几个搞头发的，里面的话还有呢，挺忙的。今天老板的话今天就是笑得开心了，因为这种情况是很少的，但是每天都会这样子的话那是最好的了。现在的话还在忙呢，今天不错，开张了，今天的话开大张了。